洪老师的作品我想这个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尤其是长期以来他参与了高雄市各种公共文化艺术上的展演，或者是非常热心的参与各种的这种艺术团体啊，我非常的钦佩，所以很高兴他今天来的这个我们议会来展览，欢迎更多朋友来给他参观指导，谢谢。谢谢柏林议员，我们在这里刚好碰到劳工局的秘书啊，那个可以来帮我们讲几句话吗？理事长您好，在非常的恭喜你们在这个展览在议会这边展出，那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走廊，那我想说在这里做一个展示的部分，不但对来议会的朋友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舒缓情绪的一个管道，那相信也可以降低这边的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一些气氛氛围，所以呢在今天看了整个的展览之后，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棒。那么当然理事长在整个的策展上的一个用心，也可以让参展的人有一个感受，那这边展出的所有的一些字体，我相信如果有朋友们他们到这边来参访，那我想在运气上也好，或者是在他的情绪舒缓上也好，我想这可以对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个压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疏解的管道，所以呢建议理事长您多多的办这样的展览，让我们的一般的民众还有我们的劳工朋友们能够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或者到任何的一个展览场去赏析，让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的一个赏析的一个场所，那在精神上面也有一个寄托，真的非常的感谢你，谢谢。那这么好的展览，我想独享不如共享，好，那希望呢以后有这样的展览，也非常的欢迎您到我们劳工局，或者是我们劳工局所属，或者是有关一些的公部门，好，我想政府机关让它变成是一个文化艺廊，我想这个是不用花费太多的一个资源或者是一个经费，就可以达到非常大的一个效益，所以呢希望理事长您这边能够多多的协助，把展览能够做所谓的分享，谢谢您。这一点是有的哈，我的那个书画作品有50幅哈，就是在我们的议会的每一个部门在巡回展，已经跟我拿画去已经展了3年了，到现在还没有送回来，所以在很多场所也可以看到我个人的50幅的作品。那劳工局有一些办书法比赛，我也有去评审过，所以我们的劳工朋友也很多有在写书法的，我觉得写书法或是画画是没有分什么工作的哈，还有什么年纪啊都没有分的。秘书今天好漂亮啊，您也写得很好啊，好，谢谢啊，今天来做幸运的啊，有这个机会啊，洪老师来这看也创作哦，做才华啊，人哦真正气质高雅，我当然来讲啦，熟悉啦吼，啊，佫做相当有才华啦，而且我本身我姓庄，我做介绍，反正我先自我介绍，我姓曾，庄世荣。我是台湾图案史协会，生石头，石头，今天来这看到哇，这作品真正啊，王老师不是讲人生就了安尼，人缘真好尔，足有才华，而且看到个地方你叹为观止，展览成功，展览成功，相当，让大家共同有这个机会，让大家共同抽时间大家来看，真正不虚此行，是真正相当有收获的啦。人家圆满成功。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也有不认识的朋友来看我们的展览哈。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展览看完的感觉，跟我们讲一下好吗？好，谢谢。洪会长啊，大家好哈。这个画还有这些书画哈，我们看着都觉得很好哈。而且刚好是有幸来这里哈观赏，觉得如遇春风那种感觉，
真的是画家还有会长这种气质啊，真的让我们觉得说，哦，真的是真的有幸啊，刚刚好能这样子能看到，真的是很好，谢谢。洪会长，大家好。其实今天会来这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啦，啊，刚好看到有一些展览，就是一些书画，然后，哎，我觉得还看到那个什么国外的那个漆画，那个还蛮吸引我的。那书法呢，也是要写得行云流水的，蛮不错的，还蛮推荐我们的市民能够常常来这个地方啊，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像这种艺文的活动，我就觉得还蛮棒的。谢谢。啊，谢谢，希望你们看得很开心。